the winner by Wing on points unanimous in the red corner. 兴奋吧，因为我是第二次参加亚运会，第一次我就拿了第五名的成绩啊，成绩很不理想。这次拿冠军了，就是证明了自己的实力，然后在国际平台上证明我们中国拳击的力量。